梁哥优秀奖，全乡第96名。咱的梁哥优秀奖呀，一问一个，首秀一个吗？我一个，丑考一个。啊，丑考的也发了是吧？我怕梦琪忘了跟我妈妈说，然后给她买的雪莲果，我需要再给我妈妈打个电话，跟她说一下，明天让她去取一下。就是因为同事在网上买的嘛，我今天在同事那儿吃了一点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也不是说甜，反正就是挺水润的，我觉得挺补水的，所以说我今天也就给他们下单了两份。啊，妈，那个啥，我买了两份雪莲果。啊？就是吃了一轮皮都不爱吃。啊，同事买了，我今儿给他那吃了一点，我觉得挺好吃的，然后可水润，反正也不是太甜，含水量比较高，你可以吃点嘛，一轮皮都不爱吃，跟那个红薯上长的。跟那红薯上。哎、啊，对对对对。哎，我吃过。嗯，你吃过吗？跟红薯一样，就是块儿，啊，对，都多脆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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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那，可水润，你给哪吃的？就那样的。我买了有差不多有两份，我看着还也不少嘞，一个应该是这个成箱的。然后你回头你到了，你明天中午都到了。明天中午到哪？我跟你说啊，就给那个。KTV 旁边不是有个文具那个啥东西啊，上那里面，你把我的手机号把我的名儿都过来。明天中午你看老爷送点人。我刚下夜自习回来，不是看嫂子发来柠檬鸡得奖状了吗？我说给他打个视频表示一下，表示一下祝贺。两个都是优秀奖。因为得三等奖，因为得让三等奖，两个都优秀奖。哎，这都是一次鼓励，虽然不是啥三等奖，这也是一次鼓励，是不是梦妮？啊，要加油！再上一次，再下一次，想二等奖、一等奖去努力，好不好？加油啊！鼓舞给你打气，一定要坚持学习，好好学习，听着没有？知道了。啊，习惯一定要养成哈。好。